你想同我交换客户资料搵多啲生意？对唔住，未得客户同意，我系唔可以将佢哋个人资料交俾其他人作其他用途嘅。好彩啫，差啲唔见咗客户嘅个人资料。我唔应该将啲咁重要嘅个人资料放喺外置记忆体。陈生，你要改地址啊？冇问题，同你核实身份先。保障客户个人资料，令公司保持良好信誉。我哋有责任保障你嘅个人资料。